晚上好，欢迎大家今晚来到加拿大中国妇女协会互助协会 Zoom 直播间，我是主持人 Wendy， 很高兴见到大家，也很荣幸为大家服务，希望和你们一起度过这段愉快的学习时间。我们协会有自己的网站 www.ccwaa2020.com 和 YouTube 频道 ccwaa。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上有我们所有的课程、我们所有的课程都有回放，欢迎大家订阅。接下来、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今天的主讲老师汪明明。汪明明老师是国家级品茶茶艺技师，同时也是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茶艺高级考品员，还是国家职业技能竞选裁判及督导员。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汪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的课程，欢迎汪老师。谢谢温迪老师的介绍。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春天、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是第一呢，是我现在的朋友圈呢，就是春茶上市的信息呢，也是铺天盖地的铺开了。第二个呢，是因为明天是315消费者，就是消费者日。那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间段呢，我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话题呢，主要有两个啊。一个呢，是我们春天喝什么茶；第二个呢，是我们春天要买茶的话，怎么去买。当然了，这个就是其实我们这些内容呢，在之前的一些课程当中呢，或多或少的都做了一些分析分享。那今天呢，我是将这两个息息相关的内容呢，做一个就是整体的一个分享哈。我们都知道喝茶比较好，因为茶呢是世界三大饮料之首，茶、咖啡和可可啊。我们甚至在说呢，在整个明朝的一个历史过程当中呢，所有的战争呢，或多或少呢，都跟茶有关系，因为我们当时用就是茶马交易，通过这个茶叶的这个输出呢，来控制就是边境少数人民，就是因为茶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生命的饮品。如果我们觉得少数民族就是不听话了，那我们就断了他们的茶叶供应量，就能造成他们身体就是整个民族的一个威胁。所以在我们明朝大大小小200多场战役当中呢，其实背后都有茶的影子。当然了，我们说这个世界改变了世界的两种植物，一个呢是茶，一个是玫瑰啊。在此呢，就是先介绍一下茶在全整个世界历史的它的一个地位和被需要的一个 level 一个高度啊。就是我们为什么大家都要去饮茶，首先是它非常好喝，其次呢，它对我们的健康呢有着非常多的帮助啊。那目前来说呢，就是全球产茶国家有64个啊，它主要集中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啊。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全世界饮茶的人呢是越来越多了，因为大家都意识到饮茶对于我们的健康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那我们茶呢，其实是源起于中国啊，从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荼而解之呢，到现在21世纪的一带一路啊，在将近6000多年的这种文明发展史当中，茶呢，
它其实是贯穿了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既能够琴棋书画诗酒茶，也能够柴米油盐酱醋茶。所以呢，茶的诞生呢和它的发展呢，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和历史。那茶是最早，我们今天呢就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是刚才我也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就是我们在春天的时候喝哪些茶。第二个呢，茶叶选购的要点有哪些？第三个呢，是我们怎么样去冲泡我们买来的这些茶。我们说这是春天喝什么茶呢？你看唐伯虎在有一个品茶图的这首诗里面说呢，买得青山池中茶，风前风后摘春芽，就说明古人呢，他喝茶他是摘芽头啊，就是烹煎正得前人法啊，谢衍送风正自家。谢衍送风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以前人煮茶的时候，它能冒出来那个小泡泡。我们说一沸如谢也啊，就是说茶刚刚有点沸腾的时候，大概80多度的时候呢，它的冒小泡泡呢是像螃蟹的眼睛一样啊。松风呢，就是茶水烹好的时候呢，煮好的时候呢，它呼噜呼噜呼噜有一种那种呼啸的声音啊，就像那个风吹过松树林的声音啊。所以我们古人煎茶的时候，他判断水有没有煮好的时候，他是通过这种水泡的大小以及这种煮水的声音来判断这个水有没有煮好啊。因为古人认为三沸水已老啊。老了，这个水煎茶就不好喝了。由此可以看出来啊，我们泡茶不仅要茶好，水也要好，而且煮水的时机也要恰到好处。我们古人对于茶呢，它其实是非常讲究的。刚才我们说过了，要茶好水好，煮水的时间也要恰到好处。那古人最早是怎么饮茶的呢？其实，在最早的时候呢，我们茶叶并不是用来饮用的，它是来作为什么呢？作为是药用的，药用和食用的，最早是药用啊。就是人们发现呢，就是传说中的神农氏啊，他就是尝百草，日遇72毒，得荼而解之。这里的荼呢，就是茶树的茶的意思啊。因为我们在古书上说，神农啊，他就是中毒了以后呢，他就是因为靠吃了茶叶，茶树的鲜叶。他才把他中的这个毒给解开了，所以在最早的一些药经典籍当中呢，茶叶呢它的功效就是解毒，而且呢提神，对于我们思考有帮助，益意思啊，对于我们思考有帮助，这就是我们最早古人对于茶的一个定位啊，它是用来当药用的。那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之后呢，现代的医学已经证明了茶有哪些功效呢？比如说抗氧化呀、杀菌、抗病毒啊、防龋齿。我们其实在，平时上课的时候和大家做分享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强调，请大家呢，家里有小孩子的时候，在吃过饭的时候呢，给孩子用茶水漱漱齿、漱漱牙齿、漱漱口。这就是呢，因为茶里面含有少量的氟，它可以坚固我们的牙齿，然后呢，防止我们牙齿蛀虫、长龋齿。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实用的小妙招。如果大家呢家中有茶或者喜欢饮茶的时候呢，可以给家中的小孩子这样去漱一漱口。那我们还可以增强肠道免疫、降血脂、降血压、减肥啊。尤其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血糖高的人，他也可以通过长期正确的饮茶来将他的就是血糖指数降下来。同时呢，我们饮茶还可以抗过敏、抗癌、预防心血管疾病、增加白血球数量啊，预防胃溃疡等等啊，预防神经退化性疾病，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上了年纪的人啊，他因为这个就是大脑机能的，就是身体器官机能退化呢，他往往有很多的这个海尔默兹症，俗称老年痴呆啊。但是很多长期坚持饮茶的人呢，他患这种病症的这种概率呢，就远远低于不饮茶的人。就是后来人们在研究茶叶的这种健康的机理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就是茶叶可以有效的预防神经退化性疾病。所以建议大家呢，平时要正确，而且要就是科学的进行喝茶，这也就是我们
为什么希望能给大家做这种茶文化的一个分享啊？我们不仅要了解这种文化知识的一个背景啊，还有一个发展历程，我们还需要呢，就是对于如何健康正确的品饮茶，对为我们的身体，就是保驾护航呢，做一定的了解。这也是我开设这门课的一个初衷。那为什么茶叶有这么多的保健作用呢？你看，我们这里面有很多的什么儿茶素啊、糖类啊、矿物质化合物啊、氨基酸类啊、咖啡碱啊等等等等啊。像我们的儿茶素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降血脂、降血压啊，然后抗菌消炎啊等等，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茶多酚，就是它提供带来的一些帮助。像我们的糖类呢，里面就是茶多糖，这个呢可以有效的给我们降低血糖啊，像我们的这个氨基酸类呢，就可以预防我们神经性退化呀，然后咖啡碱呢就强心利尿，加快这个身体的新陈代谢等等啊。正因为茶叶当中具含有这么多的一些有机化合物啊，所以它能够为我们的身体呢，健康带来非常大的帮助。那春天呢，我们刚才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个茶叶的，就是保健它为什么会有保健的功效？我们简单的说一下。那春天呢？我们再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基本上学中医的人啊，他都是要必读一本书，叫《黄帝内经》啊。《黄帝内经》当中有这样一段话啊，他说：“春三月，是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披发还形，以始至生，生而勿杀，育而勿套。”啊，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啊。后面咱们就不管它了。那我们现在就想说一下呢，就是春天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我们从冬天到春天这样一个季节的转换啊，这是一个阴阳交替之际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养生的一个时间段，很多东西呢都就是值得我们去体会啊，去践行啊。那么就是春天的到来呢。我们就会聊的最多的就是春天养生的这个话题，因为它这个话题非常非常的广泛啊。我们呢，就是说一下，我们从就是《黄帝内经》当中"春三月，是谓发陈"这个呢，就是想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解读，因为讲通了这一句话，我们后面呢就可以针对，这个春天的场景呢，我们来提供一定的茶饮解决方案啊。我们说，你看，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啊。这个呢，就是发陈这个陈字是怎么解释呢？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成屋纳垢的这个陈。那我们都知道啊，就是在整个冬天啊，它非常非常的漫长，尤其是加拿大的冬天，非常非常的长，几乎占了一半的时间。那我们在以往这么长的时间内，我们身体积累了大量的毒素，这个呢其实是包括什么呢？环境的毒素啊，比如说我们身体吃进了这种脂溶性的这种农残啊，还有一些我们的就是包括我们一些不健康的饮食的东西啊，它都是这些毒素呢，它都藏在我们的肝里、我们的静脉里、我们的淋巴里，像什么化肥啊、重金属啊，还有这种食物的激素啊，包括我们新冠得了新冠的一些后遗症的一些问题啊，包括还有就是一些打疫苗以前的后遗症啊，就是我们代谢的这种毒素啊，它其实是沉淀在我们器官的这个血管当中，它造成我们血管的一些淤堵啊，那就是说，春天再加上春天，你看我们有连续非常大的这几种节假日，从中秋开始啊，到十一啊，到这个就是北美的感恩节啊、圣诞节啊、元旦啊、春节啊、元宵，你看我们有多么这么多的一些节假日。那我们节假日呢，大家过节，其实华人过节嘛，基本上都是一个样的，就是一聚在一起吃，就吃饭。聚餐呢，因为我们吃的比较多啊，就是那个冬天，我们也是大家觉得冷，一冷就所谓的饥寒交迫，就觉得有点饿，那我们就会吃的比较多，冻的呢也比较少，因为看动不动这边就大雪纷飞封路了，所以我们冻的呢就相对于春夏之际呢，我们活动也少，吃的又多，再加上呢我们由于之前的疫情啊，我们都会居家，我们就会很多人就会懒得动，以后怎么办呢？就点外卖，
这样呢，我们就会吃的比较多的这种就是再加工食物，比如说鱼丸呐、就是包子啊等等，这些就是半成品的食物，甚至还有很多人在吃方便面啊等等啊。那到了这样的一个生活呢，它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影响呢？就是长期累积的毒素，在我们冬天呢，它是不容易发出来，它一直是沉淀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到了春天以后，借着这个就是阳气的这种生发呢，那它就会全部发出来。所以这时候春天呢，我们就会发现，突然发现，哎呀，我们就是很多的人他会有一些症状什么呢？比如说上呼吸道的一些，就是过敏啊，然后呢，它其实是外界的一个用法的因素啊。那实际上是因为就是很多人，比如说我们今天下午在喝茶的时候呢，就有茶友就说他，一到这个春季的时候，他就会过敏咳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其实是我们自身的这种正气不足，就所谓的阳气不足啊，免疫力不够，那就是造成了很多人呢，就是因为你免疫力不足的话呢，那你很容易，打比方说有人得 COVID，有的人就不会得 COVID，那免疫力不足的人呢，很容易他就会得 COVID 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还有比如说流感啊，那还有的人呢，他免疫力不足，他反映在什么呢？就是说他会有一个肩膀痛啊、脖子痛啊，就也是的。有人跟我说，他说最近一段时间就是肩膀痛和痛啊。他身体的不适应。那其实谈到了这些问题呢，我们再归纳为呢，就是说你是阳气不足、免疫力不足啊。那我谈到这个春天，我怎么样把这个成气给它发出来呢？那最主要的肯定就是，春天呢，就是大家最关注的和也最老生常谈的呢，就是养肝啊。养肝，我们就是，这个呢，我们常说呢，就是养肝呢，就是养生；养肝呢，就是养命。那我们从一年，就开春之际呢，我们从养肝开始，所以我们就把以前的这种，累积的毒素清一清啊，把我们的旧账还一还呢，为我们，新的一年的健康呢打好基础。那我们就说呢，春天怎么样去养肝呢？就是我们要疏肝解郁啊。从茶叶方面来说呢，我们就会建议大家品一些香气相对较高的茶。那我们春天呢，老北京人就喜欢喝花茶，俗称香片啊。因为大家，从老就是很多的这个朋友的口中呢，他们就是老一辈的人就认为，我春天呢喝到这种香片呢，我就仿佛闻到了花香，感觉到就是周围鲜花已经盛开了。因为北京呢，它属于北方，比较寒冷，春天呢来的它就是温度提升的比较缓慢。所以老北京人一到春天的时候，他就喜欢喝一些茉莉花茶。那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那我们如果没有茉莉花茶呢，又觉得茉莉花茶一般呢，很多的就是早些年呢，它一般都是绿茶的茶配饮食的。有的人觉得绿茶比较寒凉呢，那我们怎么喝呢？我们就喝一些岩茶，岩茶的香气呢也是号称岩谷花香嘛，那它其实它的香气就是非常的高锐的。比如说还有比如说一些广东的单丛啊，凤凰单丛。凤凰单丛号称能喝的香水哈，那很多人我也觉得，如果你想选择香气高的这个茶呢，它也可以选择一些喝一些单丛。还有呢，我们建议大家呢，因为加拿大冬天呢，你看现在外面还有白雪皑累积在路的两边嘛，那我们就可以建议大家呢，也继续喝一些暖心的茶，比如说我们的红茶啊。当然了，还有很多的人呢，他是因为就是刚才讲的，就是因为免疫力不足啊，到了春天呢，我们就等于是还旧账了，所以他引起身体的一些表征特征呢，就是这种咳嗽啊、过敏啊等等。这时候呢，我们建议大家喝什么呢？建议大家喝点陈皮白茶啊，这些呢就是我们春天怎么样去疏肝解郁、养肝护肝，我们提供的一些茶饮解决方案啊。那我们说了，既然说了，给大家介绍了一些什么花茶呀、红茶呀、单丛啊、岩茶，那我们怎么还有包括我们即将上市的春天的春茶、绿茶，那我们怎么样去买这些茶呢？我们一看，我们这个就是，以前的古人呢，他们是喝什么茶呢？他是春明初收谷雨前，就是我们，以前的就是古人嘛，他们是喝雨前茶啊。那我们更珍贵的一些呢是明前茶，所以呢，我们就说，我们要选择茶叶的时机啊，但并不是代表所有的明前茶啊，所有的茶叶都是明前才能够出现在这个市场上面的。很多的茶叶因为就是高山寒冷、
海拔高，所以它长得比较缓慢呢，它也就是猕猴桃。所以在古人的时候，他们就认为就是谷雨前的茶是非常好的茶。那 OK，那我们来看看怎么样才能去买到这些，不管是去年的茶还是今年的茶啊。我们首先呢，我们要有通过下面这几种方式来进行茶叶的选购哈。有哪些方式呢？一听二看三闻四品五摸，大家记住这个五字诀啊。那我相信，你其实并没有太了解茶叶的时候呢，也多多少少能够选到一些自己满意的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茶叶的品质它无外乎于下面这些内容啊。我们听是什么听呢？我们说，讲龙井哈。讲龙井说，形似碗丁，形似碗丁。它，当我们投龙井茶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杯底就会听到叮叮咚咚，叮叮咚咚。碗丁是什么样的？就像那种以前这种举碗的这种小钉子一样。那小钉子投到这个落到这个杯底的时候，它是不是像那个小小钻子一样，钻的钻，咚咚咚咚咚咚咚这样的一个声音呢？因为茶叶越是饱满厚重的这样的茶芽呢，它做出来的这种茶，它就会很沉很重，所以呢，就是你投入到杯底的时候呢，它就会发出一些叮叮咚咚的声音啊，它就很重视的这种和轻飘的声音，它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扔一个石头到地上和扔一个纸片到地上一样，它的这种触地的声音是不一样的。二看呢，怎么看呢？我们看它呢，是不是有一些杂质啊？因为有的茶叶它做出来以后呢，它就比较干净。它干净呢，它就没有一些渣子。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去茶叶市场去看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哎，这个茶叶，这个一堆茶里面怎么还会有纸片啊，还会有一些小树枝啊，甚至还会有一些小石头。那就说明什么呢？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它现场的这种加工的卫生它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们要看，当然我们除了看有没有一些夹杂物呢，我们还要看什么呢？看它有没有这种油润的感觉。很多人就说：“哎呀，老师，我这个油润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呢？”那打比方说，你去选红茶，那你远远望去，感觉这个茶叶上面有一层湿蒙蒙的感觉啊，像一层就是我们被油浸了一样的这种有点润润的感觉，这就是油润的感觉啊。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茶呢，它也是工艺方面是做得非常好的啊。我们还要看什么呢？就是看它的颜色啊，它的颜色是不是很鲜活啊？因为新茶和陈茶经过就是不同时间长短的这种储存呢，所以呢，就是新茶它会有一种生命力的一种状况，就我们称之为鲜活啊，这种茶叶。那我们不仅看干茶，我们还要看叶底啊。如果就是什么叫叶底呢？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哈，就是我们喝完茶以后，大家是不是把茶渣都给倒了呢？那这个时候呢，请大家不要这么着急，把它扔进垃圾桶里啊。我们可以看一看这种茶叶的叶底，如果它的颜色啊都比较均匀，然后呢，叶底呢又比较有生命力、有光泽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就认为这种茶呢，它就做得比较好啊。那我们再闻闻什么呢？就很多人就说，我一闻，哎呀，一股青草味儿啊，一股青草味儿呢。这时候呢，我们就认为茶叶做生了，有点不论是什么茶，它有青草味儿啊，我们就认为它做的是比较生的。做生的，就像我们在吃夹生饭一样，它对我们的胃呢其实是有刺激性的。所以我们就闻到应该闻什么呢？什么样的茶闻起来是好的呢？首先它或者是有花香啊，或者是有板栗香啊，有豆香啊，有甜香啊等等啊，它闻起来呢是植物的这种天然的这种味道。那我们如果要闻到了，比如说有酸呐，有这种藕的味道呀，还有比如说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其他一些不应该的存在的味道啊，那就说明这个茶叶呢，它在加工或者仓储的过程当中呢，出现了一些问题。那比如说我们说常说的普洱茶，我们有多味和仓味啊，这两种呢，我们说什么仓味呢？就是你长期放在一个就是有点像这个仓库里面那种有点闷的、不舒不愉悦的这种感觉呢，它就说明呢这个仓储是有问题的。那我们以前就常说的这种湿仓和干仓呢，那很多人现在就渐渐不再喝湿仓的茶了啊，他们就会更加取决于向干仓的这个方向发展。
就是我们闻啊，我们闻就是如果相对于这种当年新鲜的绿茶的时候呢，我们就闻它有没有花香啊，有没有豆香啊，然后呢，我们啊不应该闻到就是植物以外呢，比如说这个桂子的味道啊，藕的味道，酸的味道啊，或者甚至有这些馊的味道等等啊，这些味道呢就不应该出现在我们的茶叶当中。那我们接下来通过听，通过看，通过闻，这个闻呢，我建议大家呢，就是你去买茶的时候呢，一定要用沸水去冲泡它，冲泡它以后立刻去闻它。如果有烟味啊、焦味啊等等啊，它会在第一时间内，就趁着高温的蒸汽呢，就一起挥发出来。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赶快去闻一下它啊。但是大家一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被烫伤了。那我闻过以后呢，如果大家都只闻到这种非常愉悦的、让人很舒服的这种香气的时候，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喝了。喝的时候呢，我们要喝它是不是就是非常涩然后呢非常苦，这个都不要紧。其实涩和苦是茶叶正常的味道，我们常说不苦不涩不是茶。那如果你有苦有涩但是化不开，就嘴巴里面一直都是苦和涩，那说明这个茶就有问题了。那如果呢就是说你喝到后来以后呢，你突然觉得你的嗓子越喝越干越喝越干，我们俗称为锁喉啊这种现象，那这个茶也是有问题的。如果你喝的呢就是这个茶呢还有一些就喝过以后你的胃痛或者不舒服，那 OK， 这说明这款茶它也不适合你。所以就是说喝对我们来说呢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希望一款好茶是什么呢？它是有一定的就是胶质感的，然后呢它比较就是顺滑，然后呢有生津有回甘，这样呢一款茶呢它就是一款好茶啊。那最后摸一摸，摸什么呢？那我们可以去摸一摸，就是如果这款茶你新买的茶，我们要轻轻搓一下哈。如果它连杆子带叶子一搓呢就粉，说明这个茶呢它干燥度非常干。如果干燥度非常干呢，那就有利于我们后期的一些保存，它防止它反青。所以摸呢对我们来说呢主要是判断这个就是茶叶的含水量啊。我们希望我们的红茶呀也好呀，绿茶也好呀，黄茶也好呀，我们都是希望它有一定的干燥度的，最好是水分控制在7%以内。所以呢我们摸一摸呢，我们可以生茶上是，如果大家去买绿茶的话，你可以去用搓一下啊，摸一摸这个干茶，然后搓一搓看看是不是立刻搓成粉了啊。所以大家买茶呢主要是靠这些，就像我们看中医一样，望闻问切一样，我们买茶其实也是望闻问切。我们通过听啊、看啊、闻啊、品啊、摸啊这几个5个步骤呢，我们就来甄选一款好茶。这就是我们平时不管你是专业也好还是非专业也好，我们可能基本上就是通过这些基本的一些方法、判断的方法和方面呢进行茶品的甄选。那我们刚才说了啊，我们春天呢基于加拿大本土的这个特点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去喝点红茶的。我们红茶呢在中国呢其实不仅仅在中国，在全球呢它都是占据的最大的产量。我们说全球 98% 的产量是红茶，这肯定是包括肯尼亚呀、斯里兰卡呀、印度啊还有包括中国啊等等这些主要产茶区域，它是全球最大产量的一款茶类啊。那在这些茶类当中呢，即墨红茶呢可以算是这个茶类当中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啊。因为即红它是世界三大高香红茶之一啊，它另外两个呢是印度大吉岭红茶和斯里兰卡高地红茶。那我们春天建议大家喝红茶呢，那肯定是不建议喝当年的红茶，因为当年的红茶经过两轮焙火之后干燥之后呢，它是有一定的火气的。那我们是建议大家呢，老的茶可能基本都是喝去年的甚至头两年的茶，这样呢它火气已经退完了，而且呢就是非常的温和。所以我们说红茶养胃嘛，那我们天冷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补充一些能量，那我们往往呢会喜欢用这个红茶呢加奶。那我在这一点呢我是希望大家呢注意一点，就是我们的祁门红茶呢因为它是功夫，所以呢它比较适合轻饮。什么叫轻饮？就是
不要加奶呀，也不要加糖。然后我们通过这种品饮呢，能感受它这种，丰富和有层次的香气。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是能够通过这种细嚼慢饮，然后呢，慢慢体会出它的这种细腻，它的这种有层次的香气，像丝花、丝果、丝蜜的这种香气。那我们来，从而能感受到这款红茶给我们带来的一个身心上的一个愉悦。那什么样的茶适合加奶呢？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什么印度大吉岭啊、斯里兰卡呀、高地呀，他们是红萃茶。就像我们在麦当劳啊，在这个就是在 Tim Horton 啊，他们比如说喝的这种袋泡茶，它其实就红萃的。红萃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它能够一次性快速的将茶叶内汁萃取完。所以就是我们这个时候呢，因此它就有一定的浓度，浓度呢，就我们一口哇，觉得就是又苦又涩，或者甚至是这种味道，就像浓缩的咖啡或者是那种苦咖一样，我们觉得对口腔的刺激性特别大。那这时候你去加奶呢，又能闻到茶的香气，又能够就是感受到奶的香气啊，奶的滋味，所以呢，它没有被奶给遮蔽过去。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用红萃茶，萃取出来的茶汁呢，我们来加奶加糖做一杯奶茶，我们又能够补充我们身体的能量，又能够感受到茶的香气哈。所以不同的茶，因为工艺，我们有不同的饮用方法。那祁门红茶呢，我们刚才说了，它是丝花、丝果、丝蜜啊。在以前的时候呢，祁红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啊。以前我们国家出口红茶的时候呢，只有祁红，它要求以原产地、原包装为最上啊。就是如果你要是到了国外的时候，人家一看不是你，就是祁门当地的一个包装和这个就是产地的一个标志，他呢就会认为你有这种换茶的一个嫌疑，他们的价格就不会那么高。所以你当时呢，由此可见，我们祁红以前在国际上的地位啊。那祁红究竟是什么样呢？其实我们这时候看一下啊，它是比较乌润的啊，乌润的，就是有点。我刚才跟大家说的好茶的一个标准，就是有点湿蒙蒙的、油润的感觉啊，它是乌润的啊。那它的这种条索呢，就是说它的茶叶的形状呢，紧细秀长，有锋妙。锋妙就是那种小尖尖的一个小尖头啊，香气馥郁，滋味这个醇和。那就你去闻它的香气，它其实香气有这个复合的香气。花呢，就是有玫瑰干、玫瑰花的香气，然后呢，也有那种青苹果的香气。还有呢，这种蜂蜜的这种甜香，所以他就说这个是具有清高而持久的甜花香气。那用日本的一个专家的一个就是评语，就是丝花、丝果、丝蜜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祁门香，很多人一直都弄不清楚祁门香到底是怎么样。那我就跟他说，你先闻闻玫瑰花的干香，再去闻闻这个青苹果的果皮香，然后你再去闻闻那种蜜甜香，这样的把这个香气混合在一起。然后你再去闻一闻，哦，那就是这个呢，就是说丝花、丝果、丝蜜的这种大致的一个初步的感受啊。所以以后大家也可以就是去买一些祁红啊，买一些斯里兰卡的红茶和这个滇红啊，来做一个对比的香气一个对比，这样呢你就能记住彼此的不同了。祁红以前呢，它是包括祁门呐、东至啊、浮梁啊等等啊。我们在就是建国以前啊，浮梁它是属于我们祁红产区的啊，就是安徽的六府一县。那白居易的《琵琶行》里还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这个茶呢，它不是红茶哦，大家一定要记住，在唐代的时候只有绿茶。所以呢，由此可见呢，虽然浮梁在唐代它不产红茶，但是它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茶区啊。那直到祁红出现以后呢，因为量大之优呢，所以呢，就是我们统称为祁红了，大家都做这个祁红了啊。那现在呢，就是浮梁那边呢，已经划为江西的地区了，它的产的这个红茶呢，就改称为浮红了。所以大家如果能喝到这个就是江西浮梁产的这个红茶呢，它其实是跟也就是祁红，它跟祁红的这种树种啊、环境啊都是一样的。那我们说一下，就是说刚才说了一个以红茶祁红为代表啊，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我们春天喝什么茶啊？我们春天喝茉莉花茶，可以喝一些红茶，然后喝一些陈皮白茶啊，然后也可以喝一些这个就是岩茶和单丛。
那我们刚才说了祁红，祁红简单以这样的一个茶类作为代表，和大家详细的做了一个分享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其实在我们后期的课程当中，我们会陆陆续续跟大家专门的单独的介绍岩茶，单独的介绍单丛，单独的介绍这个就是我们的陈皮白茶。为什么单独一定要加上陈皮白茶呢？因为在去年 COVID 不对，前两年，应该从19年年底到2020年开始，我们就是 COVID 就蔓延全球啊。这时候呢，很多人就会咳嗽，然后呢，就是整个呼吸道就是呼吸感觉很难受，然后呢，就是嗓子发痒，所以呢，甚至有的人呢，他是因为过敏导致的一个咳嗽。那总归呢，我们后来就是说，陈皮它是疏肝理气的啊，白茶呢，白茶它是其实抗菌消炎的。所以这两个加起来以后，对我们整个呼吸道呢，它就是非常有帮助。因此呢，在像这样的一个冬天乍暖还寒的时候呢，我们是建议大家用一点老的白茶，加上一些老的陈皮，放在一起煮水喝呢，煮成的这个陈皮白茶汤呢，它不仅仅给我们带来茶叶的这种茶汤的一种享受，它另外赋予我们更强的一个对于呼吸道和整个就是嗓子。它对于它这样的一个保护和消炎啊，抗菌。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如果大家有咳嗽的话，我是建议大家或者嗓子觉得不舒服的时候，那我是建议大家可以首选陈皮白茶。那这样陈皮白茶它是怎么冲泡呢？或者说每一款茶它是怎么冲泡呢？那我现在呢就想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泡茶呢是有三大要素的。我们有这个茶水比。什么叫茶水比呢？就是你每放一克茶叶，那你要放多少毫升的水来冲它。比如说我们要茶水比是1:50的话呢，那就是一克茶叶要用50毫升的水来泡它。那我们通常我们的这个保温杯啊，差不多是250到350，那我们是不是就要投入这种5到7克的呢？不是的，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大保温杯的话，那我们建议我们的茶水比呢是1:70或1:80，也就是说你只要投个。即使是250毫升的这个杯子，我们也只要投大概3克茶左右。所以大家呢经常会问我啊，老师，我这个100克的茶叶我能喝多久？那我想，第一要取决于你每天喝几泡茶，就几杯茶；第二呢，你的杯子有多大。所以呢，就是一般正常的时候呢，我们建议你一个保温杯大概就放3克茶就行了。那像这种。花茶呢，我们说茶水比说过了以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泡茶要素，就是水温。水温呢，就是不同的茶类啊，它要用不同的水温来泡它。我以前在很早10年前吧，我有一天到一个就是老师那里去喝茶，正好他一个助手也是新招来的一个助理，他呢就在泡茶。因为当时我们正好在喝到这款茶的时候呢，这个老师说："哎呀，你们难得来，我给你们泡一杯特别好的红茶。"然后呢，这款茶市值几千块钱，等等等等啊！老师介绍了起劲呢，助理泡茶呢也泡茶结束了。我们大家一品，又苦又涩，然后甚至呢，就是整个口腔它不能够很快的这个，有回甘和生津的感觉。我们就觉得这个老师是不是有点夸大其词了？但是呢，当我们的表情不对的时候，他也就觉得好像这个茶好像出了什么问题啊。后来他一尝，哦，原来是什么水温用错了。所以由此可见，你泡茶技巧能给这个茶叶带来就是品饮效果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差。后来这个老师呢，就把这个茶叶呢重新冲泡，它降低了水温啊，然后减少了投茶量，所以呢，它又重新泡过以后呢，瞬间让我们感受到它的这个茶叶的价值，就是非常的香，非常的甜，顺滑，然后呢，它回甘也。非常的好，所以就是泡茶对于一款茶叶的品质的呈现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说完了茶水比，说完了水温，那我们说说储藏时间吧。像我们的岩茶啊，它就是要用100度的沸水，然后大概10秒钟呢，就要把这个茶叶和我们的茶汤进行分离啊，叫我们称之为储藏啊。储藏时间一般在10到15秒啊。那我们的绿茶呢，我们就一般是。比如说是90度的水温，85到90度的水温呢，那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可以泡1分钟，这样的时候呢，1分钟到2分钟，我们就可以来喝了。我们红茶呢，它的水温呢，就是一般是90到95度啊，所以就是说大家呢，
为什么就是大家在看我的课程的时候呢，要连续的看，因为我们会在课程当中呢，陆陆续续跟大家针对不同的茶类，然后呢提出不同的一个冲泡技巧的一个介绍。那我们刚才说了一个就是红茶，说完了岩茶，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陈皮白茶，因为陈皮白茶，我们建议大家用老一些的这个就是老白茶，就是陈年的，就是陈化有几年的这个陈皮放在一起冲泡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沸水来冲泡啊，甚至我们可以去煮它，就是比如说我们放了5、6克或是7、8克，我们根据人多人少啊，壶的大小哈，我们就是可以加一壶水以后倒入对应的，比如说我们倒入8克的这个陈皮白茶，放在炉上面煮。一般的话，这样的茶呢，我们可以煮3到4壶水啊，让供全家人来喝。这就是呢，我们在冬天又干燥，然后呢，大家都觉得鼻子不通啊，或者是觉得这个嗓子，发痒要咳嗽的时候呢，可以多多饮用陈皮白茶。那如果大家呢，这个就是觉得我，有这个饮花茶的习惯呢，那大家呢也可以用90到95度的这个水温呢，可以冲泡花茶。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的花茶它的茶品种是绿茶，绿茶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不建议呢，因为现在的绿茶跟以前的绿茶，它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采摘呢比较细呢，就比以前的这种，采摘呢就会越来越嫩，越嫩的东西呢，它的水温呢就相应的要降低一些，所以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泡茶水温，其实是比很多年前呢，就是我们父辈那个时候泡茶的水温呢要低一些，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茶叶的它的嫩度会比以前的要高很多，那就是我们说花茶怎么冲泡，陈皮白茶怎么冲泡，那红茶怎么冲泡？我想问一下大家，我刚才其实在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说这个红茶怎么冲泡。那现在有没有人能和我们来复下课啊？看看大家有没有认真听啊？这个红茶你们冲泡的水温要用多少度呢？有没有人可以给我一个回答呢？在这个聊天框里，那我就现在跟大家揭示一下谜底吧。我们红茶呢，其实是可以用90到95度的这种水温呢来进行冲泡。我们一般冲泡呢，在30秒到40秒左右呢，我们进行茶汤的一个分离。茶水比呢，就是要根据你所用的器皿啊。如果你是这个杯子保温杯呢，我们是。就是一般呢，就是1、2分钟你能喝的时候就可以。但如果你是盖碗的时候呢，我们就相应的把茶叶多放一点儿，然后呢，大概40秒左右就出汤了。总归，你喝的茶汤呢要适口。什么叫适口呢？就有的人喜欢浓一点，有的人喜欢淡一点。如果你觉得茶汤太浓了，你觉得这种，那你需要把它给就是冲的淡一点的，你就早早的水多加一点啊，或者是早早的进行这个茶汤出汤的一个茶水分离呀，等等，通过这样的一些方法呢，进行一个调整。像水温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在90到95度啊。好，这就是我刚刚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春天呢，喝什么茶，然后呢，我们在春天喝茶的时候呢，为什么选择？就是喝这些茶，因为我们春天要养肝护肝，要疏肝解郁，而我们茶饮解决的方案呢，就是尽量选用香气高锐一些或者高扬一些的这样的茶品类。那我们介绍了春天选择哪些茶品呢？就建议大家选择花茶呀、陈皮白茶呀、红茶呀、岩茶呀和单丛啊等等啊，这些香气比较高昂的一些茶类。那同时呢，大家会发现啊，除了花茶，它的茶汤有可能是这种黄绿色的啊，其他的茶汤呢颜色呢都是橙红及往红的这个颜色方向发展的，也就是说它的茶汤是暖性的。因此呢，我们从养肝护肝的一个角度，从我们对于这种茶汤的性寒、性凉、性暖的这个角度呢，来给大家介绍了这几款茶。同时呢，我也跟大家今天呢做了一个茶叶冲泡的一个技巧的分享，就是泡茶三要素，大家一定要记住哦，是哪三要素呢？第一呢是茶水比，就是你一克茶要搭配多少的毫升的水，这称之为茶水比啊。我们从1:50开始啊，当然了，我们的岩茶呢，
茶水比是1:10，1:22啊，1:22甚至会更低一点。那我们的这个单丛也是一样哦。那我们的红茶呢，和这个就是花茶呀，包括我们的陈皮白茶呢，那基本上就是1:50，甚至1:60、1:70啊，根据大家的这种口味来进行调整。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了一个茶水比，我们再说一下水温啊。不同的茶类它用的水温是不一样的。如果是花茶呢，我们大概建议大家用90度左右啊。那我们的红茶呢，就会用90到95度啊。那我们陈皮白茶呀，我们的岩茶呀，我们的单丛啊，就建议大家摆啊。所以这样的水温不一样，冲泡出来茶汤呢，口感也不一样的。那接下来就是出汤时间啊，就是我们一般呢，像花茶呢，就是我们视同为绿茶啊，再加工的绿茶。那我们一般会泡1分多钟啊。那我们的这个红茶呢，我们大概在30秒到40秒。当然了，如果你是品茗杯的话呢，品茗杯呢，那我们就会这个就是时间要长一点。那接下来呢，像这种就是陈皮白茶，我们甚至可以去煮啊，时间非常久都可以。所以呢，就说不同的茶类呢，有不同的这个茶水比，有不同的水温，有甚至有不同的出汤时间。那大家记住了以后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就基本上介绍完了。最后一点呢，我们是想跟大家再做一个茶理的介绍。我们茶理有叩指理，就是说一指、二指和握拳啊。一指呢，就是比如说您是长辈，您是老师，然后呢对方给你泡茶的呢是晚辈，是学生，那 OK 呢，你可以用一个单个手指来进行一个表达谢意。如果大家是朋友，是品杯，那我们就用双指来叩啊，连叩三下表示谢谢。那如果给您泡茶的人呢是师长，是长辈，那我们呢就是用握拳来表示叩谢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上对下和就是品杯之间以及下对上的一个表达谢意的方式啊。那我们还有什么凤凰三点头啊，比如说放置茶壶壶嘴不能对人啊，斟茶的时候我们只当七分满等等啊，这些都是我们泡茶的一个小礼仪啊。其实在以往的课程当中呢，我们应该都跟大家做了一个分享，今天呢就不再做一详细的赘述了。那最后呢，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个小谜语叫米寿与长寿。我们常说的米寿呢就是88，上面一个八，下面一个八，中间一个十，是88。那长寿呢，上面就是上面是个20，下面中间是个8，然后呢就是下面是一个10再加8呢就108、啊、那大家以后要是再去有这种就是茶方面的小谜语啊，一说米寿多少啊，88，茶寿呢108，那谁的年纪更长一些呢，那肯定是长寿了，因为我们希望大家都能有茶寿。那今天呢，也就是急着315前夕呢，和大家就以及春茶即将上市的这个当口呢，我们和大家做了一个春天饮茶的一个选择，以及我们如何选择选购新上市的新茶这样的一个小诀窍。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一个聆听，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